工商，但是后面这排朋友们是不是有给我们一些什么？对，你们拿着板子是要干什么？他们刚刚站很久了，哦，是吗？是吗？是吗？是不是？有些是备选的。Hello，Hello，Hello，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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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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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同学这么欢迎我们，我们也赶快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今天的来宾。是你今天介绍我左手边，好，欢迎凯莉。大家好，我是凯莉。凯莉，接下来是我们的杰伦。好，那我这边是我们的阿曼达。还有真的们的 Masha。好的，今天我们到底有什么任务呢？赶快来，不然让我们同学等太久也不是个办法。对，他们已经站到已经老光了，多晕啊！第一关的任务是请至排球场接受挑战。他要打排球的。听说东方工商的排球队超强，很行啊。那我今天穿这个也不是省油的灯。哇，说实在，网球的方式打排球，篮球吗？篮球，真没看过 Curry 打排球，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情形。好想看，一样一样。赶快前进排球场，看看排球队到底行不行。来到排球场啊，听说他们排球队很行，是不是？有。OK 啊，看一下看一下，在练习是不是？东方工商，看一下，没有一个能打。哎呦，篮球的，太棒了！行行行，厉害。这之后再说，之后再说，咱们看一下他们练习状况。OK， 看一下。哎呦！我手又怎么突然有点软？没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没事，还好。没事没事，虽然他们手劲很强很猛，但没关系，我们这边也是卧虎藏龙。真的？排球校队。凯莉，你排球经历多久？多久？三年。三年。三年。你不是傻的吗？三年。看三年。傻了三年。傻了三年。你看他们刚排成那样，我们不要拍一个。排一个，排一个，我们也排一个校队嘛，排一个。来来来来来来，一二三，排一个，排一个，排。来排好，整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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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整齐，整齐，快宝宝的整齐，整齐，整齐，整齐。差不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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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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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排一个直吧，圆好了，圆好了。不是不是，要这样，要这样。对对对对，不是不是，我。你要拼的，拼个字母，拼个字母。你要打不撞球。他要很紧，他不会被击败。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对，撞球的感觉，撞球，那这个是应该是边，这边这边。太帅，太完美，很会排，黄金三角。我的，我的 ，you know， 对。哎，别走，等等等等，等会，等会，不要这样子啦。没事，没事，我们只是开开玩笑，对啊，不要当真好不好？怎么样？怎么样？小坏坏，喜不喜欢这型的？不是吧？啊！老实说，我们刚刚差点红，差点红！哎呀！那我们赶快先欢迎我们的教练，教练，欢迎李教练。教练好，好，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不好意思，来打扰，打扰，打扰啊！不会，不会。对，我们今天就是要跟那个排球队，我们要做一个 PK， 做一个 PK 的动作。等于在关公面前耍到的，耍到，吓到，吓到，对对对，手软手软。那可以让我们跟我们示范一下。可以，我们待会就请我们的选手来做一下扣球的示范，哇，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请一个比较厉害的来，比较厉害，刚刚那个还不厉害。我跟你讲，教练，我们这边请一个厉害，他超会接的，对，真的超会接，铜墙铁壁，铜墙铁壁，你知道？派我出来，派我出来就是代表我要隆重的介绍这一位铜墙铁壁，就在我们身后，已经就是你，就是我，是不是？不要你介绍，温柔，温柔，好，来，给他一个温柔，教练给我一个温柔的选手，真没问题，麻烦你了。真的，好紧张！哇哇，可以可以，他看起来很温柔，看起来很温柔，还好啦，应该没有，看起来瘦瘦应该还好。行行行，体型差不多嘛。对，体型差不多。中午老师，好，马上进行第一个挑战，先发球的部分。加油！我们说很苗吗？
可以了，力道的控制非常重要的。接吗？好了好了好了，接。强啊！力量之强是不是？同学，你平时卧推是不是推200啊？他没有太多轻卧，很猛啊！教练很猛啊！可怕！我觉得你相当有慧。不是，教练这跟我刚刚说好的不一样。他这样说的，他不是秒我，结果他秒我。为了帮助你接到球，那教练是必要。我们任务是不是结束了？已经成功了，对不对？可以了吧？是的，但是我们待会可能要请各位来分个两队做个一个我们炮弹攻击的一个。炮弹攻击，炮弹攻击，我们要被当打，被炮打，哇塞！是吗？教练有这么狠啊？对，我们可能会设定三个一人一组，哦，让我们的同学来发球，让他们来进行一个挑战。好，来说来就来 ，Let's go， 盲挑战。老弟，准备好了吗？冷静，同学冷静。教练，你们说没有那个裁判啊？照规则。规则重要。同学，听到哨声才开始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稍微哨音在这边啊。哎，我前面原本有一个开场的气势。对对对，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先让我讲完嘛。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彩排。讲完你再开始嘛。好，等，你别急啊。我先讲啊。好，你再讲。哎，毛弟准备好了吗？绝对没问题。OK， here we go。三球过来，我不知道选哪一个，我觉得这也蛮喜欢的。这个太多选择了，他刚刚瞬间变少林足球那个。对啊，他们排球队的实力真的是很猛。不要讲那么多，换你们就对了。好，来，小鹿队挑战 ，Let's go。来，小鹿，小心点啊。好，那现在换小鹿队挑战，小鹿可以吗？可以，我不管，我先留情了啊。冷静，他们没病，冷静。杀死啊 ！Nice。
专业的。不行不行，好累。你好强哦，毛弟，毛弟，毛弟，咱们开始录影了哈。对，我们身为主持人的我们两个人，算是有点丢人，有点丢人，但没有关系，我的队员帮我争取了包容。凯莉很会，凯莉很会。对啊，而且全部全部都在撕，中间有一个是快崩溃。对，他有一个球就这样交叉过来，我说哇，你很灵活。对，而且你知道他这个衣服有飘飘的感觉，对不对？对，很像害羞，很像斗牛，球过来就哎，过去这样，很厉害。好啊，进行下一关了啊。哎，我们还有惩罚的。对啊。对对对，刚刚教练说了啊，这个我们其中一队只要没有过关的话，另外一队就要这个惩罚就是呢，接受这个杀手攻击。杀手？那这攻击可以躲吗？哎，这攻击不能躲，就是任由这个排球队凌辱你们。真的假的？啊，准备好了。因为刚刚有一个人先出局啊，我就不知道他是站的位置，要站前面还是在后面，自己决定哈。我们进惩罚 ，Here we go。哦，马弟。怎么样？你最行的，不要，哎呦，站好，好，我来，站好，我来，哎呀，队长风范呐 ，OK， 来，同学们，给他点颜色瞧瞧 ，Go， 我没招，哦，顶住，顶住，顶住，不要抢，哇，不要，哇，太难了，接住他，接住他，同学不要客气，我要这个。精神我很佩服。然后我要问一个人，马小，你对于刚刚这些有什么感想？马小，你刚刚在忙什么？你刚刚在忙些什么？我刚刚就想要帮毛利助阵，对。但我发现我躲在后面打不到我，对。然后球就往他们那边打，哎。然后我想要就是能够声援他们，就在后面从精神上、精神上的支持，我觉得这很重要，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是，你有没有对这样对人家有很感动，对不对？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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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教练教练。恭喜各位通过了这边的考，谢谢教练，通过了，教练被我吓到了。时尚造型哥介绍，继续接受挑战。时尚造型哥，洗头算算数，洗头很热，刚好洗个头，洗了，好，马上前进时尚造型科 ，Let's go。毛一席，嗨。时尚造型科，对，哇，张老师，好正，你确定是老师吗？好厉害哦！老师好正，老师，老师好正，嗨，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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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同学们，大家好，哎，老师，请中间，老师，请中间。来，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哎，我是时尚造型科的老师，叫陈佩莹。佩莹老师，佩莹老师好。老师好年轻啊！你现在单身吗？事情能不能先别说？一下说讲出来嘛。好害羞哦。等一下。哎，你不觉得老师长得有点像安心啊？有一点。小安心啊。小安心啊。老师，那你会？Jump on the go。Jump on the go。老师帮我呼呼。老师是时尚造型，没有负责这一块，没有负责这一块。老师，那你们现在班还有缺人吗？你要进来吗？我可以吗？我们班男生真的很少。对，我刚刚看到有男生吗？有吧？有男生吗？只有三个男生在哪里？男生举手。来来来来，你们同学来来这边，举起来代表，来这边请。就是你，就是你。他是为你们录影特别来的，真的吗？因为他们现在是三年级的学生哦，所以是喜欢我们哪个来宾吗？毕业了，他们是特别为你们来的哦。谁啊？是喜欢我们来宾的哪位？是马小吗？蛮喜欢凯莉。来，他眼神根本没有看到我耶，什么意思？你还看不看？你们看的话，你不看嘞？没事，好了好了，你们聊啦。来，请开双子星窗。来，有什么话想对凯莉说说呢？第一次见面，很开心。你有买他的写真书吗？只有看过，只有看过。为什么不买？之后支持一下好不好？对啊。好，谢谢同学。谢谢，可爱
羞，感觉要阻止这段姻缘。好了，我们赶快，我们来这边还是要进行挑战的，是不是？老师，我们接下来要挑战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上的是为顾客服务的第一个步骤，帮顾客洗发。洗发，洗头发，头皮痒痒了，毛弟头皮痒痒。痒痒，痒痒，都有刘海。想让老师洗头，是不是？洗头。好，那我们洗头的地方在后面。好，所以你要跟着我一起走了。好，跟着老师走了。好的，这位可爱同学现在已经准备就定位要洗头了。但是我们刚才有跟他小聊一下，发现他今天好像遇到偶像咯。对，你喜欢的是谁呢？阿曼达。阿曼达，你好棒啊！小气，还是你害羞？小气，刚刚不是这样的。刚刚怎么样？你讲给大家听，讲给大家听。他首先的信息是我腮红很红。你是变瘦，然后打量我。他很在意你，对啊，他关心你。然后还对我挑眉，然后挑很快，来，你对他挑，跟杰哥挑眉一下。他那个 pose， 你刚刚确定要这样吗？来来来来来来来嘛，来五四三二。麻烦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如何洗头这个部分。那洗发精最重要就是你不能一整个就直接往他头皮上这样弄上去。头皮所谓就是说，有些人啊不是这样子，然后往最顶啊，可能想说自己起泡，就用搓搓就有泡泡了，结果你就从这边开始秃头。哦，我洗头都这样哎，过量过量，然后直接盖住。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来，阿明达，你帮他。好好好，洗毛巾啊。你给他个洗毛巾。哎哎哎呀哎呀，不要表情，不要咬下唇。你才几岁？太享受了。你干嘛？十七。你到底到哪里？十七禁止咬下唇。不要咬下唇。老师，我这样是对的吗？这样好舒服哟。可以哎呀，那个询问一下，基本舒服吗？哪里会痒痒？他的眼睛真的有爱意，痒痒，心心痒痒。到底谁叫他这些的啦？心痒。大姐，我们写的是头皮啊，头皮没有是有当谐星的潜质。有，麻烦有。怎么样？给偶像洗头的感觉如何？这 good。很多词汇哎，好多英文，不要重复过。哎，还有谁？老师他在班上是很活泼的一个同学，他非常活泼。对，他每次跳出来，然后每次那边。最喜欢唱的歌是什么？哎呦，老师 cue 你，哪首歌？边洗头边唱歌，哎，百分百把握，很特别。最近最近最近哪一首？没有哎。那你以前最喜欢什么歌啊？最喜欢哦，棒棒糖的。各位观众，我要冲水喽！跟着我身。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人在这里。对。那是。对。对。OK。来，那另外。最喜欢哦，棒棒糖的。各位观众，我要冲水喽！跟着我身。哎，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人在这里。对，那是另外一团。另外一团。对。OK。来，那另外一团。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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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现在就在 Amanda 舒服的帮同学洗头的同时，我们就要准备进行这一关的关卡。好，重头戏还是要来，对，挑战一下。对，这一关我们要挑战的是洗头算算术，要算算的算术。对，怎么算？等一下，等一下你就知道。哎，继续继续，等一下你就知道。怎么停了？好，来，开始。题目是，嘿，胡水。同学，你的对手是凯莉哦。等一下回去座位上，旁边的同学都会笑你哦。好，你要有在心理准备。要抱你哦。对，要抱你哦。恭喜凯莉胜。
先跟大家说一下，跟各位队员说一下，我高中联考数学零分。错吧，先说。错吧了，先说。先说，先说。零分哎，真的真的。好，来，准备好了，预备。哦，哎呀，好难哎，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这个太简单。好，来，有没有答案了？这个题不能考虑，不能考虑，不能考虑，直接讲。这题哎，我忘了。看，这位是不抽筋吗？小布，你给你给你给你准一点气吗？你以为是健身房？不是啊，我数学考零分啊，想我怎样啊？太难了，太难了，不是来数学的耶。多少？一，答案是一，不是。三，哇，太漂亮了！对的概念，完了，永远没有答案。0.5，哇哇，这叫喷脸的。对，来，没有答案的。倒数，我们倒数5秒，如果再答不对就开始，差不多，分头，分头，分头，来了，5、4、3、2、1，错，来，怎么？100，不是，他直接罚太久了，分的，分出来，哎，来真的。哇，来真的，哎，真湿了，哇，答案是来了，好了，我先公布嘛，好不好？答案是6/5，是不是？你看后面同学都知道了，算平手了。好，那叫我们的赞成平手啦。那接下来东方工商要派出的，听说是一位隐藏选手，毛弟是哪一位呢？那我们欢迎美容两个的张信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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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来坐，请坐，请坐，想坐哪就坐哪，想坐就坐了。那你想挑战？挑战谁？你想挑战的选手是？来，哎呀！来，我笑，我笑。但是他的帽子要拿下来，好，有帽子，我先拿了下来，然后拿下来，拿下来，对 ，OK OK， 好，快快快快，好，你小心一点啊，哎呦，两位戏非常的多，哎呦，准备好了吗？两位好了吗？两位 ，OK OK， 麻绳的也可以，没问题，哎呀，努力一点，出个8级就好了，刚刚9级太难了，九级太难，他真的太幽默，太幽默，他刚才好幽默 ，OK OK OK。他走一个 hold 住的 hold 住，整个场面他 hold 住，整个场面我 OK， 对对对，整个场面 OK， OK， 这个圈子等着你啊，准备好了，这个圈子可以进来，好，来，准备好了， Ready go， 好，哎呀，哇，文字，来，我们一起念。用一只平底锅煎饼，是的，每一次能同时放2张饼。好，如果煎一块饼需要2分钟，对，正反各1分钟。是，请问煎88块饼最少要用几分钟？哎，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来，好难哦。哇，这个哇，188分钟，错，好，好什么好？小弟呀，对呀，同时来，哎，同学有没有答案？88分钟，哎呀，确定吗？确定。好，那我们看一下答案是不是88分钟？好厉害！三二一，耶！赢了，赢了，赢了！耶！哎，我的帽子，恭喜100%的获胜！进行处罚。百分百法郎，哎，你好，哇，咖啡可以半价了，你要点什么咖啡啊？我想要绿茶，绿茶好怪，下，要叫了是不是？好，来来来，好妹好妹，不要店的风格蛮硬的啊，我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自配毛线啊，真可怜，自配，专业，哇，专业，没有没有，你先躺着吧。我你躺着，你先躺着，不要犯规哦。不会犯规的，好，真的是要犯规，谢谢。来，哦，错了，错了 ，OK。好好好，老师刚刚说我们不能直接涂在头上，是防止秃头的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先涂在脸上。啊，没有没有，洗脸，没有没有，真的要紧张，涂它，很可怕。OK， 毛笑好幽默，毛笑幽默，温柔一好，温柔一温柔一柔，等一下。
太舒服，等一下受不了是不是？他说太舒服了。你往后躺一点，谢谢。专业。好，我们就让他们俩继续享受。对，我们享受的同时，我们就准备要进行下一个关卡——鲤鱼跃龙门 ，Let's go！Let's go！最后一关鲤鱼料耀龙门，耀龙门，料龙门，鲤鱼料理龙门，蛮会的，好，我们欢迎旭玉组长林老师，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东方工商。那我们今天同学呢，有帮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那是我们时尚造型科的同学。老师，那你讲话怎么一直这样？对，因为我们就一百五了，都可以。对，老师刚刚很紧张，还是要不要补妆？不用，很漂亮，谢谢大家。善行一件，没有，诚实的，每日行善。那这边也有同学有精彩的表演，对不对？对对对对。好，马上来看一下，一起来看表演。有一点，那我们刚刚在下面有点欢呼，心里会不会觉得说很烦呢？讨厌，跳的比我们跳啊！不然我们一起 shake it 一下好不好？哎呀，那 shake it 啊 shake it！ 哎呀，羞了！那我比较疑惑的是，时尚造型科怎么会跳舞呢？对啊，没有，就是特别准备的表演，有兴趣啊，然后就大家一起组成一团。对，而且你们，我发现中间这位是不是 solo 的担当？ solo 担当，对，是 solo 呢。对啊，凯莉 PK， 凯莉有没有？凯莉哥 solo PK， 我们播音乐，我们大家一起来跳一下。大家请，大家请，大家请。好，音乐再播一次啊！来 ，solo 担当，来站起来，大家一起 shake， 大家一起 shake 啦！来，我请你们两个往前，来，就定位置啊！啊，没打前面的，没关系啊，来试驾一下啊！定位置啊！阿明打前面的，没关系啊，来试驾一下啊！这样子，哎呦，另外，哎，切得很快啊！热了，我们叫鲤鱼跃龙门啊！像我们跳的都在运动会了，怎么是这种？
马上话不多说，进入 B B 要门 ，Here we go。这一关呢，刚刚听说他们的学员都带着一股杀气，哎呦，对，有人好像等了这一刻等很久，专门想要来。对，因为我刚刚听说有一位是我们百分百的大粉丝，哎呦，他从出生到现在等的就是要跳鲤鱼跃龙这个游戏，哇，等了17年，等了十几年之久，十几年之久，今天终于给他等到了，相信他的杀气。哇，非同小可，他变鲤鱼了，期待。他可以飞过来。好，那我们赶快来欢迎我们老师。老师，你要派出哪一位呢？我们派出未来的男主角，光一中班尹心元同学。哦，有有有，怎么说未来？因为他目前正在接受训练，然后目前就是有可能，就是接下有一部戏的男，对新的电影的男主角。哇，非常厉害，但跟鲤鱼跃龙门没有关系。对，好，那你同学你要指定谁呢？哦，结果哇，第一个就来了。哎，我也是拍过电影的。OK， 我也是在这个年纪有第一部电影《走向风》哦。哎呦 ，OK。双方选手目前已经就定位置，毛弟 ，Are you ready？ Ready。Here we go。同学，来，你准备好了吗？加油加油 ！Ready， 啊 ，Go！ 加油加油！冲！冲！是吧？百分百队目前以1-0领先，在这个关卡，哎，老师先跟你们讲一下，这关卡赢的话，你们有奖学金可以拿。所以说，接下来同学要加把劲了，好吗？接下来要派出的是。12中班刚刚有表演开场舞的景明同学，好，来挑选一下一位对手，你想要 PK 的对象是？我喜欢他跳舞。你喜欢？喜欢谁？凯丽，凯丽吗？好，欢迎凯丽。来，双方请就备战位置，准备好了吗？为了钱向前冲。好了，好了 ，OK，Here we go。加油 ，Go。是吧？百分百队，凯莉 ，Are you ready？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啊！要有信心，没事的，放轻松 ，relax， 好，准备好了啊 ，Let's go！ 去哪？去哪 ？Go go go！ 加油 ！Go！还要派出哪位呢？现在已经2-0了，钱要飞走了。超级会跳舞的诗涵同学，诗涵来挑选一位对手，请选择。啊，你确定 ？Amanda， 你确定？很强吗 ？Amanda， 够够 ，Amanda 最棒的，你可以对位。那我们就同学先走，诗涵同学先了啊。诗涵啊，会跳舞这个运动细胞应该是挺 OK 的啊。诗涵，你准备好了吗？好了 ，Let's go。哇，快速度！这个 nice， Amanda 很强，很强，很强！哎，有没有打哎？有没有打哎？打哎，打哎！先不要打哎，先不要打哎，先不要打哎！好紧张！你之前有跳过吗？有，都没有过过嘞，全都没过过。对，好吧，那我们就一个祝福的祝福哎，来，那祝福了啊，来 ready 了啊 ，Let's go。你们的，欢呼一下啊！哇！好，出发！哇！加油！加油！哇！哇！非常精彩对决进入第二片，来，诗涵你准备好了吗？第二片不要有压力 ，Let's go。巧劲儿，哇塞，很难的，傻眼，傻眼，加油，come on，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了啊！来，还没的，来，我就来撞倒。比数是2:1，接下来老师要欢迎哪位同学出来呢？多媒体设计科2年级连正廷同学。正廷，欢迎正廷。正廷拿的这个是什么？是扑克牌。哦，你是要变魔术给我们看是不是？好，你就定位置。要抽牌。来抽牌，抽牌，抽牌，赌胜，赌胜。好，可以，就定位置。哎，还没，还没选呢。还没选呢。啊，好，挑选一位对手，来来来，挑选一位对手。他选我。Masha。Masha。来，上方九倍加位置。暂停。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加油。Go. 哎呀！哎呀！是吧？来，来分班队的 Masha。You ready? Ready. 很好。准备。Here we go.各就各位 ，Ready Go！ 怎么样？要射！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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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叶启田同学，他将会叶启田上升哦。叶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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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田，启田，好，欢迎带两位叶启田的魔法手，这样一样，哎，锦旗西锦，锦旗罗贝我们打。剩下这几位，剩下我跟嘉乐了，对啊，这两位。你要选谁呢？嘉乐，嘉乐，好，嘉乐是吧？好，欢迎嘉乐，启田不要紧张啊，启田，没事的啊。启田哥先，启田你准备好了吗？爱拼才会赢，好不好？要拿出这样的精神 ，Here we go！ 加油，加油！哎呀！哎呀！嘉乐 ，You ready？ I'm ready。Here we go！ 加油！进行到最后一棒啦，老师，最后一位选手是，就是等这一生等待很久的一个同学，就是他从小到大就是都有在看娱乐百分百的节目，哇，他就是我们10亿中班的蒋尚阳同学，欢迎，哎对，等一下，我先选一位，但你也只剩他了，只剩我，好不好？来吧来吧，哎呦，他叫你来吧，我们去吧，走，去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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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you ready？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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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好的，最后一关百分百队以4:1获胜啦！是的，真的是啊，真的是同学啊，同学的拼劲啊，都是让我们非常感动。对，有个等20年的，对，等了那个叶启田的，对对，还有非常多可爱的同学。当然，今天谢谢所有同学，谢谢谢谢老师，非常可爱，谢谢同学。
马上进行下一个单元，我的伴手巡演。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就是我的伴手宣言。顾名思义呢，就是请同学们讲出心里面想讲的话。是的，有可能是跟老师，有可能是跟喜欢的人，在这一次的这个机会，哇，在全校的面前，我们就让他勇敢的表达出来。啊，太凶了！把心打开来啊，把心打开来。虽然今天是一个很炎热的下午，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很温馨，是一个很幸福的，让他们有一个舞台可以好好的发挥。没错，好不好？同学们，我们可以放轻松一点点。就是好好的看一下他们想讲什么，好不好？好 ，OK 的。Relax, relax. 马上欢迎我们第一位同学。耶！来，耶！好了吗？同学们给他个尖叫声，好不好？耶！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你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佩璇。佩璇，你可以准备好了吗？好的。好，那交给你喽。来吧。是你的场子。剩他一个人了。给你的。我要找蔡依中的黄健翔。哎呦，健雅同学在哪里？在哪里？男生是不是？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你自己。不好意思，继续。哎，这边这边在那边吗？我看到，我看到。OK， 好，请说。你可以过来，你可以过来吗？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要来，我万岁！你看，哎呦。等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面对面，你把你想说的话跟他说。当作没有教官，没有教官，教官没有在看，轻松自然的，好不好 ？Free 的 ，OK 的。交给他，交给他。教官在催人。喜欢你很久，但是你做菜很好吃，希望你以后会做很好吃。哦。爱的料理，爱的料理。这位同学，你有想什么话对我们女方说的呢？你叫我还来说是哪一道菜？我一直做菜给你吃。哎哇！来，这位同学，来来来来来来来，请欢迎。非常的幸福，非常幸福。哎，那他平常都煮什么菜给你吃？对啊，狮子头啊，红心菜啊，香蛤蜊，佛跳墙，宫保鸡丁，这么厉害。你最喜欢他煮哪一道菜？嗯，笋子炒面啊，笋子炒面。希望他们永永远远笋在一起哦。为什么？好，谢谢两位同学，非常的勇敢，谢谢你们。谢谢各位同学，给他们一个掌声。谢谢。最后给他们一个友谊的拥抱。哇！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高中生就是要这种比较怎么讲？一个舞台，要表现自己，不要太害羞。虽然在学校面前一定要有很相当大的勇气，但我相信只要你们勇敢的跨出那一步，大家都会给你们祝福。没错，跟老师还是跟同学。是的。今天呢，我们要很谢谢我们东方工商的校长陈校长，借这个场地给我们录音，让我们一起欢迎陈校长。谢谢你，娱乐百分百啊！不会，今天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同学有机会了解整个节目制作的过程，更让我们同学怎么样有机会参与这一集的录出。是，谢谢，谢谢，谢谢。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再到我们学校来，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所有东方工商朋友，还有我们所有来宾，谢谢。娱乐百分百，前进校园大作战，下次见，拜拜。在今仔日，咱做伙到底。